안녕하십니까? 各位好，我请 Kelly。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今日轮到我来甲大家报告，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对海洋的一挂概念。这个概念对咱台湾未来真重要，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四边拢是海的国家，这个土地面顶足济资源，拢含海有关系，咱必须要了解海，对咱台湾的未来，刚好都做一个较正确的规划。咱伫这个未来要来建设这个台湾，对海来讲，咱有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第一就是讲海权的问题。海权最近多多好有这个新闻。因为咱和菲律宾相隔海，经济海域相塔，所以即个咱一个台湾人，咱的渔民去予菲律宾的因的船，甲咱拍死，拍死了处理到即嘛，大家所看到的，咱台湾百姓开始伫愤慨，挡袂牢，即个马英九政府到底伫创啥？是啊，予咱的渔民予拍死了后，咱无法度替伊讨回公道，予人欺负到遮忝。今仔日我阁接到一个简讯，写简讯来甲我骂，我奇怪，这个阁和我有关系？写简讯来甲我骂讲，是啊呐，我拢无起来代替这个渔民讨公道，咱台湾民政府是啊无伫公开场合。表示咱的立场，表示咱对菲律宾的愤慨。这对我来讲我感觉这反映出咱台湾人一个个性，因为咱台湾人对海无了解。咱台湾人自古以来去予国民党政府甲咱统治了后，拢甲咱围伫土地面顶，无爱予咱去接受海，无爱予咱去认识海。拢讲海是足恐怖的，你若去海边佚佗，会去水都市，出去海的常常报遐一寡节目，讲迄渔民去讨海，拢无回来，厝的剩寡妇，予咱足济同胞对海足惊吓的。咱若出去外海，毋知会当回来袂，无一定。海是一个足恐怖的所在，国民党的教育一直安尼甲咱洗脑，一直甲咱洗脑。洗脑到尾啊！咱台湾的百姓无法度对海学着海，予咱一挂启示所以台湾人足浅见的。咱看海，咱大家拢知影，船大只船，搁较大只的船，航空母舰嘛，海水怎甲浮起来？海水甲浮起来的时阵，咱定咧看海的时阵，会看到海面顶有海影。海有迄个波浪，白色的波浪，伫咧一个一个。咱想，今仔日海甲航空母舰甲退掉咧，互伊浮伫水面，是咧海水，还是海水面顶的波浪？咱大家拢知影讲，今仔日加些波浪，甲白色的波浪，伫咧涌来涌去，其实无迄个力量甲船吐起来，是迄个海水。大片的海水，到都把船吐掉的。但是咱台湾人足济个性，都存咧海面顶的波浪，小啊风一吹，噗噗跳。做代志六六喘，沉不住气。啥物代志看到都是要冲要拼，随便输赢。
拢无去想着啊，咱要来处理这代志，咱思考较远个，咱考虑家己含对方个立场，咱找一个上个有利个战略来处理这件代志。咱拢毋是，咱拢拼赌个，赶着特别输赢，讲要安那面啦，三工两工要安那，啊，结果无考虑家己个身份甲地位。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伫台湾，伊无台湾这个土地主权。人菲律宾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你伫海权的面顶要讲计较，你去什么边啊？所以人家无要插你嘛。人对你中华民国来讲，我啰嗦，人有派一个总统的大使，虽然讲伊无官职，伊是民间团体的代表，人至少有派一个人来甲伊讲，安尼对菲律宾来讲，伊感觉已经足有诚意啊。然后啊，今仔大家买母。哦，你用搞啊，杯葛用一寡处分的方式，啊，不然台湾敢会赢？其实即马足侪学者，就咧分析讲，咱即马对菲律宾做做的一寡中华民国对伊的一寡处分，其实足侪拢倒转迄当下咱的经济。啊，你要做代志的时阵，我今日唔是讲咱袂使对菲律宾处分，咱袂使去甲菲律宾讨回公道。我即马想法。是咱台湾人伫台湾长久以来训练了结果，因为无畏海，学着一挂气势。你看海，甲船，你也拢卖使，伊敢流流流，大概去311地震，去年伫日本迄个大地震，有一挂船去有 tsunami， 去有海啸，甲淹去海顶，然后失去动力，伊到尾迄只船走去倒。走到美国去，有海流流流流到美国去，拢免共驶，有法度驶较远。啊是安那，迄就是海的力量。你看伊拢无咧震动，皆是伊震动较足厉害。咱未来为海，就要学足济足济代志，这是一个上界根本的。咱台湾人做代志拢六六错，啥物看到啥物代志都挡袂牢，手比起来都要输赢。安尼。对未来台湾要和国际社会接触处理代志，绝对拢无赢面。今仔日讲到海权的问题，海和陆地完全无共款。陆地咱有法度定起啦，哦，迄个定位，这个所在除非你用偷耍，无迄个所在定位就是伫遐。啊，这边咱一国，那边另一国，足清楚的。但是海唔是安尼。海水会涨起来，会降落去，所以你要用多一条道做界线，有当时也无法度较清楚来做界线。所以海权的问题伫国际上是本来是足复杂的，伊无法度用咱传统的概念伫处理陆地迄款国界的概念来处理海的海权的问题。啊，而且全世界地球有70%拢是海。啊，70%的海，这个面积，大家要安来分割，倒位是公家的，倒位是你的，倒位是我的。这本来就是一个足深的学问。这顶头来研究海对咱这个土地的影响，啊来规定倒位是你的，倒位是我的。所以即马对海的认识，都属有一种哦经济海域啊，啊个你的领海，一般来讲12海里以内拢家己的领海。啊！但是有的国家靠了上近，你根本12海里就相差啦。啊，这要安那？啊，这本来就是要透过谈判，爱透过协商来处理，这足复杂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第一个概念就是讲未来咱台湾对咱海的问题，咱第一个爱去处理的，就是爱对海要安那，把咱的权利来保障。咱的权利到倒位，咱要有国际含含同款的想法，唔是用迄款。陆地想法讲哦，这我的，我本来就是只咧讨海，这地就我的。这款伫国际社会讲不通。国际社会为着海权的问题，已经开几下拜会，大家来讨论要安来分割这海的资源。啊，即马有一个基础的迄个认识，但是你看，虽然已经有这个规范，咱即届含菲律宾即届啊讨海的代志，咱讲咱还佫伫咱的经济海域内底。是安尼，菲律宾走来我的经济，我本来就讲直接掠鱼啊。
这是我算我用掠鱼的所在，你来我用掠鱼的所在开枪甲我拍。啊，你什么意思？但对菲律宾来讲，伊感觉这嘛是我的经济海域啊，这嘛是我会用管的所在啊。啊，所以这都有冲突的所在，冲突今仔日这个国家无主权，你无法度从含菲律宾用国家对国家的这个地位来讲讨论代志。所以人家你讲讲的，用个你呼呼掉。人家卖差别，人家跟你算计，人家讲我归去来向中国讲，因为你不是讲一中吗？中华民国不是讲要用一中吗？一中就是一个中共嘛，而且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嘛，那是你跟你讲的嘛。所以今仔日咱会伫菲律宾吃吃亏，对菲律宾这件代志吃吃亏，其实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华民国已经代表台湾，但是伊无台湾的主权。啊，无台湾主权，伊根本无迄个立场地位去甲人讲，啊，所以即马甲用欺骗的方式来处理菲律宾敢拍枪、开枪拍死咱台湾人的代志。啊，大家唔知道有看到无？其实菲律宾一直拢无表态的进程，美国嘛无表态。是甲美国人伫国务院一直问迄个发言人讲，啊，无即届菲律宾拍死台湾人的代志，美国的态度是安那？问到尾啊，美国甲讲菲律宾袂使开枪拍死人。伊表态了后，菲律宾政府甲派迄个即马来台湾，佫去用赶出迄个。所以台湾的问题是向你处理的。台湾的问题，美国也无出声，无人会插乱。啊，所以伫海权的问题，咱未来都爱照咱啊法律论述，会一步一步来处理。咱第一步爱来处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因为台湾目前还佮美国佮咱占领，咱占领，所以中华民国去讲讲讲无话，人美国讲一句话，菲律宾就爱出来处理。啊，虽然美国拢一直伊徛伫后壁，伊拢无爱直接讲，但是伊拢有伫看。迄阵马英九讲派记者见去，讲要亚布扬威一下，美国佮他讲，你去。一粒枪子都袂使甲我拍出去，啊！所以船去偏呐，啊，就去啊海上自强活动，搁等来呢。所以今仔日台湾的作些代志，拢受到美国的管辖。啊，未来咱要处理咱海权的问题，同款，咱爱甲先甲台湾主权的问题先弄个清楚。啊，这個、台湾主权的问题，恁伫上课啊，作些节课拢有讲到这方面的讨论。啊，所以咱一只无要讲啊，较深入的物件。简单来讲，台湾的主权确立了后，咱必须要来进一步确立咱的海权的问题。倒位是咱有法度管辖的，倒位是咱的经济海域。啊，未来到好多用政府对政府，大家拢是政府的立场来处理海权的问题。海权非常重要。伊关系到咱台湾的性命，啊，无你就像即个安尼，向拍假、拍的，你要阿过，人根本无爱插你。所以海权对咱未来台湾的建设非常重要。啊，海权系和陆地完全无共款的概念，所以咱必须要有新的人、新的想法、新的人才，还有新的研究来处理海权的问题。第二个概念就是生态保育的问题。啊，生态保育一般来讲，大家看到生态保育，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讲啊，生态保育就是要把一挂生物啊，甲保护，卖互挑起。啊，保护要创啥？哦，因为足水的嘛，吼。啊，台湾甲有尔嘛，吼。台湾特有的一挂生物，咱来甲保留起来，啊，无去，全世界就无啊，无采。后摆子孙就看无。生态保育的上界粗浅的观念是安尼。咱来把一个生物，伊本来是地球一面顶的，咱来给保留起来，莫互消失去。但生态保育的一个较深的概念，是因为咱人是一个足迟钝的、足钝的生物。这个环境在改变的时阵，咱人大部分拢感觉袂到伊的改变。简单讲，即马啊，科学的记录讲，咱即马温度比50年前。加一度，啊！你敢有感觉加一度？你绝对无感觉。
所以咱人是足钝的一个生物。啊，但是这个环境咧改变，改变了咱人无法度大时阵，譬如讲，咱人伫这个环境内底，你有闻到臭味啊，空气污染，你看下水臭气啊，鱼啊死去啊，哦，你讲哦，水有污染。啊，但是阿未甲咱人发现有问题进程，其实有足侪生物会先死乎你看。有足侪生物比人比较敏感的，伊会因为环境稍微改变，伊就无法度活落去。所以生态保育的一个较深的概念，就是因为咱足侪生物比咱人比较敏感，所以伊有法度伫环境的变化来足早期。当开始变一点点的时阵，咱人啊无感觉的时候，伊就感觉，伊就带袂掉，伊就死去。所以生态保护较深入的概念，就是咱爱把这些生物保护掉的，是安那？因为这些生物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甲咱讲环境有变化，环境有变化，遐生物啥死的时候，咱人啊袂感觉会掉时候，咱要甲恢复原来迄个状态较简单。你若等咱人看到哦，水规条水沟、规条溪，拢变作红色的时阵，你甲到尾变作倒来，哦，会真困难。咱只为高雄来乡亲，就知影高雄有一条河叫前镇河。前镇河两边的厝拢卖袂出去，计小做卖，因为前镇河两边的厝拢袂使开窗啊，靠面对迄个河迄个窗啊，拢袂开一，因为开一臭死你啊！臭到你无法度住嘞，遐无人要去遐住，厝卖袂出去。啊，你看为社长庭开始开偌济时间，开偌济钱，较即嘛，甲勉强甲遐个水处理甲袂臭，但水嘛是个乌个啊。啊，当时甲用处理到一条河，我进前啊，伫迄个住伫爱河边啊，我进前毋捌住伫高雄一段时间。啊，爱河对我来讲是一条乌麻麻的河啦。啊，有一天啊，下暗去散步，因为住伫爱河边，就去爱河边啊散步。啊，看到爱河，我总奇怪，今日可能目睭有问题，因为我看到爱河的底啦，看到底。啊，永存哪有可能看到底？啊，看真正看到底，结果啊，你试过来看一届，真正我都看到底。啊，这是啥啦？因为爱河甲足济咱家庭的废水都啊冻掉的，嘛会流入去爱河。爱河有活水，有海水，所以足紧足紧就清啊！我未看到爱河，用看到底进程。我伫英国留学的时阵，我捌去一个所在，迄个所在叫做Inverness。Inverness， 恁可能听毋知影啥物所在，但是我也甲伊讲，遐有尼斯湖水怪，大家就知影迄啥物所在。因为迄阵啊要毕业啊，已经论文考过啊，走去遐看水怪。啊，看水怪的时阵，伊迄条河。迄尼斯湖流来个下骹的城市，迄个城市叫 Inverness。我伫 Inverness 住一暗，下载起来经过一条河，要去坐车，坐去面顶看水怪时，经过一条河，我看一条河，我都看到底，我就足感慨。咱台湾当时伫咱一个城市内底的河，我都看到底。啊，结果我等下台湾啊，经过几年，大概五年，哦，我看到爱河嘛，用看到底。但是你敢知影，遐开偌久的时间，到有法度把迄个海、把迄河水变作清气，到有法度河水内底、迄河内底有鱼，还开足侪时间呢。所以你也是高雄的人，你就知影讲，哦，咱迄阵爱河古早时代、日本时代有鱼，到尾也完全无鱼，到变到即卖有鱼，看偌久的时间，咱人是足钝的。一定要把那河臭去、沤去、鱼死去，你才会发现、水不好去啊。但是很多生物还没到这个坎站，它就先死给你看。所以生态保育一个较深入的概念，就是咱这些生物啊消失的时候，就跟你说环境有变化，还没到水臭去、还没到水沤去，有的生物死去了，没法度待在这，那就跟你说这个水质已经去变化，咱来做处理。所以生态保育一个较深入的概念，就是爱做咱人的一寡较头前的检验咱环境变化的一个指标。所以未来咱生态保育对咱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咱环境有变化无变化一个足好重要的指标。啊，对足侪国家来讲，咱举一个澳洲，
澳洲伊个土地当然比台湾较宽，但是澳洲个人口含咱超变济，伊嘛两千几万人，咱嘛两千几万人，啊，平平是人，人澳洲一个人赚咱三倍钱，咱个 GDP 是两万出头块美金，人是六万几块美金，所以因一个人赚的钱是咱一个人赚的三倍。按澳洲是靠咱凭啥本事赚咱三倍钱？澳洲赚咱三倍钱，伊最主要为台赚来，人家分析起来，伊70%的收入是靠观光，因讲迄叫做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啊，你想，咱去澳洲要算啥？澳洲有足侪天然的景观，有大堡礁，哦，啊，大家拢去大堡礁要创啥？去畅水，畅水要创啥？哦。遐有大只石斑，含只大只石斑比你人比较大只石斑，翕一张相，夹刺鱼，含遐石斑小刻数一下，翕倒来，这一世人足珍贵的回忆。啊，只石斑伫遐，这个唱水的来个翕一张相，迄只石斑嘛搁伫遐，翕一百个，迄只石斑嘛搁伫遐。啊，到当时迄只石斑较袂，迄只石斑较老，老到无法度叮当翘起。甲换另外一只，啊，咱台湾的石斑拢伫倒，咱台湾的石斑拢伫板顶呢。你也去海边哦，海产店，石斑拢伫海产店。海底有石斑无？咱古早时代伫垦丁，垦丁是咱全世界有名畅水的所在。啊，我足侪研究拢伫垦丁遐做，但是垦丁足早足早都无石斑啊。照理来讲，即款珊瑚礁的所在，拢咱垦丁应当爱含大堡礁同款，湾中同款的，遐有啥物鱼，咱遮差不多有啥物鱼。遐有大只石斑，伫台湾照理来讲，咱的垦丁嘛有大只石斑。啊，但遐石斑拢怎代？都阿袂大只，都去用拍起来，都伫海产店。哦，你正去垦丁佚佗佚佗，讲啊，中岛食饭，一堆海产店入面店的石斑拢伫遐。啊，所以咱对生态保育概念。唔啦，因为咱环境变化，咱会用提早知影环境有变化，而且这对台湾未来是一个足重要的产业。咱袂用赚，咱免去赚迄款啊，会用污染，会去污染环境的钱。譬如讲石油，哦，抽石油，还是讲炼石油，这拢是对环境破坏足大的产业。咱用学澳洲，人澳洲用安尼赚比咱加三倍钱。咱好米苦，无爱去安尼做，要做一款会环境变垃圾的产业。所以生态保育对咱来讲，较深的概念是对咱环境保护一个足重要的指标。啊，咱讲较浅的，其实对咱台湾未来产业的结构是一个足非常重要的一环。啊，第三个概念就是讲永续的经营甲发展。咱未来海洋的发展要考虑到有法度和咱子子孙孙拢用得到、利用得到、看得到。咱唔呐，搁用咱即卖想法，用一个尾鱼剂，甲尾鱼炒了了。哦，即卖是尾鱼剂啦吼。因母亲节前后就是东港的尾鱼剂，东港的尾鱼剂进前讲大家搁指定要食黑尾，我食黑尾去安尼招一个，即卖黑尾当年了的数量。愈来愈少，之前差不多拢掠一班几只，即马变成几百只呢。啊，其实呐，这是着咱人去发展产业的概念是怎个食掉？你食掉一只就减一只。你像个黑尾，迄一只两公尺，爱偌久才能大到两公尺？爱生出来爱大到两公尺，要大偌久？啊，无去用食的留来，敢有法大到两公尺呢？啊，咱一个。黑尾鲫，母亲节这段时间，甲食几万只，你看伊偌济通互咱食，咱甲食掉，这都是一种啊，毋是永续经营的概念。咱必须要对咱的资源有永续发展的概念，咱的子子孙孙未来该看得到、用得到。咱若甲即马拢要甲用掉，咱未来子孙都无啊，啊。你即马有黑尾通食，过五年可能就无黑尾啊！吼、哦。啊，第四个概念就是国际合作。台湾人去予中国人教，拢用中国人一句话叫做"夜郎自大"。
就感觉家己介牛、介厉害，免和人合作。当然，我永存嘛是安尼啦。因为我读册时，我读册成绩介好，我从来唔爱去讲拜托讲哦，你笔记借我看者，是大家拢来搞我借笔记。我感觉我勉强拜托，我家己有法度出人啊，迄个出头天。啊，所以我之前我读大学时拢无朋友，因为我感觉我无需要交朋友。阮爸爸甲我讲一个，阮爸爸做生意的，阮爸爸甲我讲，奇怪，啊你哪拢无同学来相找？放假的时也无同学来相找，读大学四年无半人来相找，啊你后摆要怎做生意啦？我就想讲，我后摆无要做生意啊，哈。我后摆都要做科学家，科学家都免讲拜托个，免讲阿妈辈啊嘛，对吧？啊，但是啊，到尾啊，因为我去食一个头路，啊，这个头路啊，给我一个足大足大的改变。这个头路必须要呛水。我永存未晓呛水，讲到歹听，我惊水，我无啥敢游泳。啊，但食迄个头路要呛水啊，一个月要呛两摆啊。啊，爱开车，因为呛水唔是讲你坐中兴号会到呢。呛水的所在，拢爱开车去的。我不要开车，不要呛水，搁惊水。啊，要食这个头路要怎食？当我开始的时阵，你呛水拢爱一组人去，人开车，人替我呛水，啊，把资料提起给我，我搁用手写。我迄阵开始会惊，是安那？我含因啊无拄好的时阵，大家讲，安尼我这个月无闲，我怎翘伊？迄个月我拢完全无在做代志。啊，就开始安尼改变，发现讲咱人。哇！你这个社会，你看你外高，虽然我册读甲足好，虽然讲我足侪代志我都家己靠家己来完成，但是我即马食这个头路，我都无法度靠家己完成啊嘛。咱去唱水的时阵，啊学过唱水就知影讲，唱水伊个 body system， 讲唱水一家一定爱两个人，因为唱水内底伊个风险有当下家己发现袂到，譬如讲潜水夫病，你伫水内底你个状况。你家己有当时也袂感觉，潜水夫病打前期，那食烧水水的，咱忙怎忙去？啊，一定爱你边的人才知影讲啊，你状况不对，爱甲你救起来，爱甲你处理。所以阮呛水一定爱两个人一组。哇，真是啊，这上界基本的，你要食这个头路，你一定爱含你迄个朋友两个人一组，两个要有默契，两个袂使冤家。无惨了，伊看讲插不插你啊？你看伫去搞嘛？哦，你搞，你家己来啊！你当时死都唔知。所以，因为这款的改变，佮开始，我感觉咱人无法度活伫这個世间。你外高，你无可能讲靠你家己有法度活嘞。啊，渐渐开始啊，改变家己的想法。啊，去外国留学的时候，佮发现讲啊，咱台湾人真正可怜，大家拢要做第一名，拢惊人恶去。考试的时候，笔记拢唔爱用看，拢藏起来。惊人讲你若看我的笔记。你就考完八十分，啊，到时我一个无拄好，怎互你第一名摕去？大家拢竞争，但是外国人唔是安尼，人自细汉读册都无迄个第一名。美国和英国训练足相像的，因开始小学、国中、高中，足侪科目拢爱小组讨论，拢爱 team， 一个团队，你的分数，恁这队七个人分数，大家拢同款。要好，七个人拢好；歹，七个人拢歹。啊，七个人同一个分数。啊，所以伫外国人，因有法度合作团结来完成一件任务，伫台湾非常的困难。啊，这个概念伫足济啊行业内底拢会出现过。未来台湾要经营咱的海，咱若阁想讲啊，这拢咱的，咱家己来用就好，咱家己来布就好。我甲你保证，绝对不管海了了。啊，所以国际合作对咱台湾为民族性开始，必须要来改变。唔，若讲因为经营咱未来海洋的事业，对咱台湾未来足侪种诶工课，那么必须要和国际来合作。爱会学会晓合作这款观念甲习惯，教导改变咱台湾的未来。尤其是对海洋来讲，海洋研究是足开钱的，咱台湾则细。咱的经济，咱的资源真有限，啊！你要研究这个物件，靠家己。我讲一个咧，进前伫家庭啊，遐有一个叫做海科中心。啊，这个海科中心是当初为国科会啊分出来，分出来的原因就是讲啊，海洋遮大吼，
国科会内底迄研究啊吼，啊包括太一种诶海洋特种啊，所以爱专门一个单位来做海洋研究，就一个海科中心来成立。海科中心成立的时阵，就找一个主任委员，这主任委员甲任命落了，就叫伊讲啊，你海科中心要做啥？啊，这台湾人的傲个性就出现啊。这个主任委员是台大一个教授，伊一世人，免讲一世人，讲五世人，伊嘛无可能买到迄款的机器，有迄款的设备。伊伫想要有一台足大只的，迄款个遥控的，个水下遥控的机器人。啊，一般啊，咱教授买到的啊，就像咱伫处理用个 WiFi 迄个啊电动玩具迄款的啊，细只的。啊，要偌大只呢？三楼高。哦，三楼高，哈大只个，啊，比哈大只个，迄款爱等你深海内底，所以爱有一只船，所以去做一只船五亿，去买迄只花几啊亿，啊，全部做买好了后，我死啊！船伤细只，啊，迄个机器伤大只，迄个机器我放落了后，伊个后甲板拢个全部钉条条，啊，但迄时放落海底，放落海底有一个十栋个迄个钢缆，哦，钢缆爱甲丢落。因为江南都无地坑，然后安尼咩啦？啊，这物件无法多用啊！啊，这台湾人的傲个性，为着家己一个足奇怪的希望，啊，今日有一笔钱给你，你就安尼个人生开了，未用钱，迄、那个加起来十几亿，都要放你家庭，好、哦，放你家庭。安尼，这就是因为咱无国际合作的这款观念，甲是北等。你若要真正要做迄，你着含国人外国人做这太有经验诶。啊，你拢无爱，吼、哦，家己想家己着做做，即卖才等你啊，十亿，咱交税金，即个月月底大家拢交税金，可能大家拢走袂去。啊，你交去十亿，等你家己海边哦。你敢袂艰苦？啊，咱是交税金是交费大诶，或者政府也袂开。啊，这是安那？这就是咱台湾人去用教甲家己想家己着，拢无爱含人讨论。不爱和人合作，尤其是和国际合作，足惊人抢去。我伫大学做研究的时阵，阮老师，迄阵还没做一个题目，伊感觉这个题目全世界上界伟大题目。我讲老师啊，这个题目，咱若和外国人来合作，应当会搁较紧做出来。伊讲我不爱，是安那？啊，外国人比咱较厉害啊！咱咪合作都向做去啊！咱做头前这十尾啊，简单讲，这十尾啊功劳都还是我，安尼够有价值。啊，做出来啊，别人伊不爱，啊，哭到即马，哦，迄外久的代志，三十年前的代志，即马还袂做出来。台湾人就是这款的，台湾人就是这款的，北等所以无法度发展，无法度进步。国际合作就是未来。对咱海洋来讲，特别重要的一个所在。啊，为着要啊完成这四个概念，啊有六个啊方向啊规划啊爱来啊完成。咱为着海权，所以同款的，含咱即马咧研究咱台湾主权地位同款，咱必须要对法律爱有较深入的研究。啊，这法律同款要来界定咱海的主权的问题。所以咱就爱有专门的人、专门的机构，爱有一群人专门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处理这个问题，未来含国外谈判，都是这群人来处理。这是一个足专门的工课，还唔是讲凊彩讲你有法律的，你法律的毕业，你就要来处理，唔是。第二个就是海洋安全，因为咱海权确定了后，咱就要保护咱海洋海权界限内底的安全。像即届，咱的渔民是去用菲律宾拍过，啊，咱迄个海巡是伫巡倒位的，那也无顾到。啊，所以当人要甲咱拍的时阵，咱的保护的军队伫倒，咱海防海巡伫咧保护咱渔民人伫倒。啊，即马出代志啊，吼、哦，啊，船一直出嚟，伫咧表演，啊，有效，人就死啊，人就死啊，即马个连人讨叫人甲咱赔，可能都讨袂当来。海洋的安全，唔呐，为着要保护咱的人无去用拍，而且爱保护伫海面顶发生状况的时阵，啊，你就哦发生传染，哦天气变化，咱咩去甲遐咱的
台湾的同胞伫海上作业的人，甲救倒转来。啊，这是即一个足高科技的问题吼。啊，当然这含海权嘛有同款的牵连。第三爱拍拼努力的方向，就是咱海洋资源啊甲环境的保护的问题。咱头先讲，咱要甲咱的生态爱甲保护好掉，啊咩啊保护好掉，你环境都要顾好掉，你环境都要顾到袂使互变化去。啊，环境要顾到袂使互变化，你爱知影环境有变化去啊。啊，无你讲哎，看起来片片也无臭味，吼、哦，啊，崩落去感觉无安那，毋是安尼。伊足侪科学必须啊来支持你做环境保护的工课。你爱知影讲？咱有偌济生物活伫咱的环境内底，有偌济生物今年无看，无看代表啥？啊，啥物原因互伊无看？啥物原因变化互即个生物无法度住伫即个环境内底？原因找出来，咱才有法度把即个问题解决。所以，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这两方面对咱来讲非常重要。啊，海洋资源的部分，咱来了解咱四边海内底、海水内底、海底、海面有啥物资源会用利用。咱台湾有个所在，迄、那个潮差足大个，潮差就是讲最涨起来，啊，佮落佮上低，即、這个高度差偌济。我迄阵伫东印做兵个时阵，迄潮差有法度佮6公尺，6公尺就要两楼悬个。两楼高，对一般来讲，讲要用潮汐来发电啊，迄就有迄个经济，迄个效率用来利用啊。按台湾嘛有足侪潮差足大个所在，啊，有当时啊你袂使潮差大呢。比如讲要做港口，做港口你潮差袂使超过1公尺，你潮差超过1公尺，哇，你真麻烦。你船靠岸，你唔是讲靠咧随便走啊，靠咧更加过暝啊，过暝都要拄到涨潮退潮一届。我伫当兵的时阵。潮差6公尺，你个涨潮退潮，你随时24点钟，拢爱有一个人伫遐顾掉的，因为手啊绑伫遐花的，啊退潮船会一直沉落，所以放手啊。啊，涨潮的时船会浮起来，迄手啊变冷去，就搁搞好安。所以涨潮退潮，啊，总共伊个潮差大个所在，哦，迄足无适合做港口的。啊，所以当时啥物所在？潮差大，什么所在潮差小？迄是水面，咱有法度利用的资源。啊，海底咧，海水内底嘛足侪资源。海水当然内底有鱼啊，啊鱼啊，对咱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食物。啊，咱家听人讲，咱爱开始改变这款观念。传统咱讲把鱼啊当作咱的食物，家听咱来讲，这个观念慢慢啊爱改。啊，这用抓来吃。啊！但是鱼啊，内底有鱼啊，尔海水本身都有足侪资源会用来利用。咱伫台东有一个叫做海洋深层水的工厂，啊，这海洋深层水啊，其实讲起来是一张骗局啦。为着这张骗局啊，我阁予伊周刊的记者访问过。啊，因为迄阵啊，咱较无胆讲啊，这样访问了啊，人也要甲咱告啊，吼，这就足麻烦。啊，所以阮有一群人讲，你卖甲我写名，啊，所以伊拢用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啊，到尾有一个愿意具名的好大诶，哦，迄、那个台北，台北工专过来，即个台北工学院啊啥吼，一个教授哈，我、起来呛声讲，其实讲的话唔对啦，啊，结果人迄、那个台东迄间公司要告，啊，先讲这是骗局，因为海洋深层水，因为你讲咱台湾。在东边，因为出去200公尺就足深啊！啊，足深为迄个北极，迄冰吼、冰山融去的水啊，透过洋流大来个遮，带来咱东海岸。啊，这水是当时结冰的，哦，迄嘛几百万年前结冰的，所以这水拢无受着工业的污染，所以遐水足清气的，所以走来个东台湾来。东海岸哦，抽起来，这水介清气，拢无受到现代文化的污染。啊，其实啊，我有甲查过，根本无这件代志。全世界海洋深层水其实敢有一个路用，我目前感觉科学上
我都确定的，就是把海洋生存水抽起来饲鱼啊、饲虾啦。因为海洋生存水遐深的水啊，拢无啥物细菌啦，细菌底下无得活，所以抽出来拢无病。鱼啊底下，底下摕来饲鱼啊、饲虾啊，拢袂去得病，拢免放药啊。啊，你啊较表面的水做些细菌啊、垃圾的物件，啊，要来做啊、饲鱼啊、饲虾啊，定定，咱都要放药啊，咱来饲的物件较袂得病。啊，个为安尼尔。啊，海洋生存水讲有啥物微量元素啊，可用做化妆品，啉落阁对身体又好。我甲你保证，拢骗人诶，哦。啊，但是海水内底有足侪资源，爱用来利用啊，有足侪元素是海水内底甲有诶。啊，海底咧，海底有足侪矿物，伫咱诶海台湾四边诶海中间啊，有进前啊，你看报纸一下。讲叫做啊，迄、那个啊冰啦哈，诶、啊，一寡甲烷啦哈，因为伫海底作清作清啊，迄气体怎变作冰啦哈？迄抽起来了，沤起来了哈，点火倒，会用做石油啊，会用做燃料来用啦，迄个可燃冰啦哈。而咱台湾啊，有几个即款的矿区啊，伫海底咱台湾嘛，足侪有石油的矿脉。啊、所以在咱台湾海洋的资源是足济，海面、海中、诶海水，啊，搁海底，吼、哦，足济资源会用来利用。但即个利用即个资源，敢是讲哦，进前国科会讲要开始开采可燃冰，啊，真正读个歹。大家知影可燃冰是定个物件，固体的，是冰嘛？啊，冰甲摕起了，因为底下啥袂变作气体。因为遐压力足大，就足深的海，提起来了，伊随便气体点火就倒。啊，像石油无同款呢，石油是液体的，所以你讲一支讲，讲到遐压力，地壳的压力就把遐石油给挤出来，石油也喷出来。啊，喷出来了，咱就石油收收的，哦，啊，就用去用啊。但是定的物件呢，伫海底定的物件，而且提出来了随便气体。这款物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这个物件虽然有咧，这海洋的资源，咱敢咪用开采？哦，这嘛足爱做足侪研究，啊，伫安全诶考虑诶下骹，咱敢有法度来处理这物件。所以这毋是足简单讲啊，咱有这物件，咱就用用。第四，就是海洋的产业，海洋产业包括足侪，包括咱去的渔业，包括咱的船。哦，运输包括伫海内底啊，咱会用发展观光，会用发展作些啊，会用趁钱的想法，啊，即个产业要安怎来规范，要安怎来发展，这是未来啊一个足重要的工课。第五点就是海洋的教育甲文化，这是对台湾来讲完全是一片空白。在台湾，咱拢无海洋的教育甲文化的这款训练，因为咱一直感觉讲海真恐怖，去海边会去有水堵死，所以有一个囡仔去有水堵死，这海就封起来，用准个惊走私，惊走私，所以咱海边尽量拢不爱予咱去，改用去海水浴场，水泡泡就回来。其实海唔呐安尼尔尔，海咱头拄仔讲，海其实会用予咱做一个启示。咱伫海边看水，看海涌，安尼一涌一涌，到底是啥物伫变，啥物无伫变？啊，啥物无伫变？其实你看无伫变，其实有伫改变。这是足深足深的哲学伫内底。所以看海看久，你会变巧；看海看久，你对人生、对生命有无同款的感觉、认识。咱但是台湾拢无即款的机会，互咱接近海，互咱对海有认识。因为你有遮个教育。那你看，有很多产生海洋相关的文化出来。咱台湾一直无文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咱未来伫海洋这个方面，因为对世界来讲，咱和别个国家、大地土地国家无同款的，就是咱有海。咱和无同款，咱就有机会发展咱较特殊的文化。这个文化更加深深深到一个程度了后，就会让全世界人把咱认识，
甲咱确定讲，这是人类内底重要的一挂发现。未来，咱啊发展咱的海洋的教育、甲海洋文化，互咱的囡仔、侪侪囡仔，拢有法度了解海对咱的意义是啥。咱有可能会培养出来海洋的文化相关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海洋的科学，咱头都讲过，海洋科学研究非常的重要，但是足开钱的。足开钱咩呐？咱都要较巧的，咱都要含国际合作。人已经有的技师，就来人招，来含咱合作。全世界，大家对黑潮，咱伫东海岸有一个黑潮流过，对全世界来讲，这黑潮真重要。而且呐，因为黑潮是烧水，也影响全球的气候。所以美国人对这黑潮，伊安那流，伊的流内底能量，伊的迄个温度，要观察，因做有兴趣的。啊，迄就咱隔壁尔，咱的东海岸的隔壁。所以对外国来讲，咱利用在全世界大家有兴趣的地步，来和人合作，啊，来把这些问题解决。咱爱和国际的合作，才有法度发展台湾。啊，咱现在来看台湾的海，咱若为天顶来看，其实台湾和古早时代远远看无啥物变化，但是你若近近看，你会看足侪所在哦，拢土石流，本来青色有草有树块所在，即马拢变土，尤其是最近即几天雨落足大，今仔日我为屏东开车起来，沿路。落到要做水灾同款，啊！甲台中以北，甲开始好天。咱只要落大雨，足侪山顶的所在拢会晓崩去。这是安奈安呢？咱伫海边，这是溪，这是高雄迄条二仁溪。二仁溪伫日本时代有足侪诗人伫遐写诗，讲这条溪偌水。但是你只要去到溪，你看了绝对袂讲这条溪水。我做学生的时阵，这条溪是红色的。是安那红色个？因为这四两边两花做者电镀个，做电镀个工厂底下水拢个放放落，一条溪本来足清气个，用看到底水变红色个，佫看民工内底根本无活个物件。啊，即马因为遐电镀工厂拢个拆掉啊，水嘛是佫乌个。啊，是安个乌个？因为这面顶遮长久以来累积伫这水个内底溪底。一只土内底拢也袂透清气，啊，所以伫台湾足侪所在拢已经产生遮尔大个变化。遮尔大个变化原因是啥？当然有一挂是人为个，啊，有一挂是天然个。但是啊，咱即马已经科学研究愈来愈了解，遮个天然个变化实在拢受到咱人为个一挂。啊，产生出来物件影响这天然的气候的变化。咱台湾有几种啊海洋的形态啊、哦，第一种就是湿地哈、哦，这就是有海水淹起来所在，就像七股四湖一款，这有足侪鱼啊哦，会用做一个好的养殖的所在。啊，过来就是河口，河口对这个溪来讲，溪口的所在。定定是咱台湾伫饲蚵仔、饲迄个蛤仔的所在，因为海水内底营养分足少足少，伊的营养拢爱为带来，拢爱为山面顶，因为溪流甲迄个土甲一个营养分，安尼为山顶伊上来到河口的所在，啊，所以河口一般来讲水拢足流的，水足流毋是因为山的关系尔。水族流的关系，就是因为营养分高，所以才足侪藻伫遐发。啊，即个藻就是互即个蛤蟆含蚵仔做饲料，所以咱台湾足侪蚵仔含蛤蟆拢是饲伫即河口的所在。啊，即马你去甲看，足侪已经无遐大，因为为山顶带来唔那是营养，佮足侪污染，即伫较平地的所在，垃圾水一直流落来，咱个河口已经含永春无同款。足侪所在无法度饲啊，有法度饲，饲到尾啊，然后出现全世界哦，咱台湾敢若有诶绿牡蛎啊，伫二仁溪诶河口，它都迄条溪诶溪口，进前和两花毛人饲蚵啊，饲到蚵啊变作绿色诶，哦，那会安尼新品种吗？毋是，因为虫伫水底，迄个蚵啊吸起来，
贴贴的刻啊变色，还是淡的色哈、哦。啊，伫咱东海岸还是讲北海岸伫基隆作者这款哦岩礁生态系统。啊，岩礁生态系统这是天然的防波堤，即个石头顶壳壳拢免伫遐坑坝障碍哈。咱伫西海岸作者所在行，咱的沙地去有水流去，所以拢坑作者坝障碍来过海岸，伫即东边还是咱北边这款海岸。拢免坑巴山格，顾甲好好好，而且顾甲好好好，伊这面顶嘛足侪蛇，伫遮哩啊，伫遮哩发，而且伫这海边就足侪食蛇的鱼啊会活来。伫咱东海岸，因为出去遐200公尺，最深就足深啊，拢八几千公尺啊，啊，几千公尺就含大洋同款哦，太平洋就是咱的正秋平，啊，正秋平咧大洋生态系统就是一款大只鱼啊，海洋海豚。一只，这是外国。你若讲要去海中去看海洋，还是讲海豚，我咧坐船啊坐足久哦。我有一届去美国开会，伫波士顿，就去波士顿的水族馆佚佗。啊，有一个节目就是讲你会用去坐船去看海洋，坐一个一天，坐回来了吐个密密麻麻，啊。透过迄个好佳哉，因为我有训练过透透，啊，个我都看。有一个外国啊，少年的，因女朋友讲啊，你看看那边有海豚，伊讲你不要叫我，他个累累拢徛袂起来。你看要看一个海洋和海豚，坐船会透较厉害，咱拢唔免。咱伫花莲、伫苏澳船啊出去，无偌远，伫东海岸足近度，我都看到。当地个西船啊，西足远到我都看到，就讲大洋内底生物，做在含台湾含别个所在足无共款。另外，台湾有一个特殊个物件，叫做温泉生态系统，毋是即张，即张最主要是要大家介绍讲，全世界即款有海底有温泉个所在，会形成一个生态，迄种主要就是海底4-5千公尺。四五千公尺的深度，日头照袂到，日头照袂到的所在，应当无生物甲对啊。因为全地球面顶的生物都要靠太阳，能量拢为太阳来。啊，四五千公尺的海底根本无太阳，日头照袂到，啊，怎哪有物件伫遐活？啊，这就到尾发现讲，哦，原来这个温泉，这温泉是硫磺泉，啊，内底有一种细菌，会用食硫磺来做食物，啊，伊只发展一个生态，即个。金嘛，啊，个即个虫，即个细菌做食物，啊，即四五千公尺的海底有即款的特殊的生态。咱台湾无迄款四五千公尺的岩洞，但是咱即个所在，这是孤山岛。孤山岛，你看这白白所在，这白白都是诶海底有温泉喷出来。温泉喷出来，啊！这温泉多深？20公尺。人太多讲，迄款海底温泉拢4-5千公尺。咱台湾伫孤山岛，这温泉才20公尺呢。啊，20公尺日头照会到啊，20公尺日头照会到啊，所以内底的生物都含太多，迄个构树完全无同款哦。啊，这就是啊，这是阮朋友啦哈、啊，这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郑明修教授伊翕的。伊一只岩洞边啊，翕一张相。伊讲伊牺牲偌大咧，因为啥啦？大家知影硫磺见到水会变啥？变硫酸。硫磺见到水变硫酸，所以你看伊面拢伫泡伫海水内底。伊讲迄足甲迄淡醋的酸度差不多啦。硫磺喷出来，即个温度靠即个温度超过100度，所以才又个酸又个烧。啊，伊讲伊冒着生命危险做即个研究。等于拢互因某骂到臭头，因为等于酸痒痒，吼、哦。啊，这硫磺喷来，你看黄黄，这就是硫磺。啊，这内底呢，下骹烧来烧去的，就是一种蟳仔。这种蟳仔是咱台湾干那一只有尔，你去别位找无。全世界嘛是干那只有这款蟳仔，所以这是台湾干那一只所在世界唯一的一种特有的蟳仔。啊，这条蟳仔是我啊，和我同届，即马伊伫台诶海洋大学做教授的一个和平和教授提供给我的。爱提供这张时特别甲我交代讲，你爱甲你个啊学生啊讲，讲即个
这只蚓仔吼，伫网络上，甲号一个名叫做煮袂死的蚓仔，因为伊住伫遮，吼、哦。但是甲我讲，哎呀，大家解说，伊嘛煮袂死啊吼，因为伫遮温度就无到100度啦，100度是一只，所以啊吼，伊其实无去煮着。啊，这只蚓仔咧，你也看伊的脚，哦，你看伊脚，伊脚含你伫菜市啊看迄蚓仔的脚无同款。咱一般伫菜市啊看的蚓仔脚是毋是那加刀咧？哦，那加刀。啊，这脚唔是，这脚哪存啥？哪存咱中 AM 他都咧食饭的时阵硬菜迄款夹吧？是平，哪存老虎钳骗子迄款形？啊，是安那样呢？是安那因那也无成加刀。咱知影讲蚓仔迄款啊生物，伊的脚变作加刀，一个足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相拍，因为为着要抢啊迄个交配的对象。还是要抢食物、抢地盘，必须要夹刀，甲有法度甲对方的脚夹好断。啊，因为要竞争，竞争就是生活歹过，才会竞争。啊，一只，是啊，大家免相夹，是啊，大家用变平。像咱他拄啊食饭时，硬菜硬夹板，赶快平。原来是安那，伫这所在，这面顶拄啊黑潮过去，黑潮为迄个赤道带来足济。营养的物件啊，所以啊、这海水内底足侪浮游生物。啊，咱老去菜市啊买过菜，你拢会记，你拢知影，木辣布啊，木辣，木辣有两种嘛，对吧？青的甲色的，色的木辣是毋是白色的？啊，青的木辣是毋是透明的？啊，透明的，所以你伫海水内底根本看无嘛。啊，阮朋友伊就发现讲奇怪，每一届吼，伊这烟筒。噴出来啊，唔是讲一直噴哦，迄有时间的哦，有时间性的哦。噴出来的时阵就落雪，面顶啊，水面就哇，足侪白色个落来，啊，无噴的时阵拢无看，爱甲遐白色的落来遐吼，收收的等于检查了，发现讲哦，原来拢是只细只鱼啊，含细只虾啊，啊，所以甲这个故事写下来啊，到底全世界上盖好的杂志，第一流的杂志，哦，所以伊。因为这篇报告变成全世界足有名的科学家，伊的故事是安尼：，即个蚓仔是安有法度住伫遮，是安要爱住伫遮，是安伫即个所在发展一个生态。因为有这个烟筒伫遮，时间到就替甲伊的饭煮好食，甲即个浮游生物用又个烧又个酸的温泉啊变好食，存入去。泡温泉的时候，不然煮温泉蛋同样，他都把这煮好吃，所以这蚓仔都吃熟的哦。这蚓仔吃胃面上煮熟的一些细只鱼、细只虾落下来。啊，所以他和我们要吃饭同样，他去硬菜。啊，硬菜他加刀的形，我硬无，硬就回去，硬就回去，硬无，所以他怎发展变成这款形的？因为一只太过好过了，吃东西伤过方便啊，免去讨趁，时间到喷出来去吃饭了，就像下课讲叫大家去食饭安尼，餐厅就煮好落来，啊，所以一只Q，伊的脚必须要发展变作像咱的硬菜迄款形，袂使像夹刀。啊，所以伊甲这个啊、发表伫全世界上盖好的期刊内底，互全世界的人知影，台湾有一个极特殊的。环境，全世界无人有诶一个生态，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啊，你无伫台湾，你无法度发现生物竟然有法度发展即款的模式出来。所以伫咱啊教科书内底，这会变作一个新的发现。后摆教科书会写到这段。啊，所以台湾，你无看台湾细细啊。在全世界的科学里面，你看因为这样很特殊的环境跟台湾有发展出来，让大家都要了解这个东西，知道这是台湾跟有的事情、哦啊、再过来就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就是我们在垦丁、绿岛、南苏、在这个地方上最多上最特殊的一个珊瑚礁生态系统、啊、珊瑚礁、啊、一般来说咱拢甲伊含陆上的迄个热带雨林做比较，咱讲伫陆上地球的鱼，就是热带雨林。啊，这热带雨林就是甲咱
地球面顶，咱放出来二氧化碳都吸去，主要热带林的迄个树啊吸掉。海底有一个含咱赤道迄热带雨林同款的所在，会甲空气面顶的二氧化碳吸起来，就是这个，就是珊瑚，这一支一支的，这就是珊瑚。我你看看这一支一支这种电骨壳，这那骨头含咱骨头的迄个成分同款的哦。啊，这电骨壳鱼啊，拄到这伊就唔敢活呀。啊，所以一只吼、哦。这款环境是一个足好生态的环境，因为你啊生细只鱼啊、细只鱼啊，大家拢秘里秘内底，大只鱼啊想要个食，食袂到，因为要食鱼啊先去拄着这石头，去拄着这个骨头，啊，所以鱼啊会大只，佮有法多游泳，游到足好，闪了足好，佮胃内底走出来。所以伫珊瑚礁的生态系统内底，足济生物，因为这个关系，足济生物有法多直接生存。所以现在差不多知道十万种，还有哦，还有很多不知道，这不知道，不知道的生物不是说我们条件要去到不知道，你要去珊瑚礁，你要去唱过水，你唱过你就是哇，眼睛回落落东西很多。我有一个研究在绿岛，这个研究的题目就是发现绿岛哪会这珊瑚哪会都变黑的，有三分之一的珊瑚都变黑的，那时候一个咱迄黑色嘅垃圾袋，那较砍掉安尼。啊，这是啊，这生菇啊是啥物垃圾物件卡伫面顶？结果啊，研究佮知影讲，迄是一种嘅海绵啊，迄是一种生物，甲珊瑚食掉了后啊，留伫面顶，迄是活嘅物件。啊，但是你远远看、近近看，你也无学过海绵，你也毋知海绵生出啥物款，你看看了，一定安尼垃圾垃圾嘅物件，毋知影是啥，但系迄是活嘅。所以你也无去，因为安尼去加伫详细去加观察研究，你根本唔捌哩。所以这八到百万种啊，唔知影是啥物嘅生物，都是安尼来。唔是咱唔知影，是伊根本你也无去详细，无来造成吸引你嘅注意力、注意力，你无法度了解遐有这物件。全世界十亿嘅人口啊，吼，拢是靠这个食穿啦，吼。啊，对待咱台湾来讲，嘛非常重要。咱早期垦丁，足侪外国人会来遐唱水。你知影唱水要开偌侪钱无？唱水第一，你一定要坐飞机嘛，吼、哦。外国来遮，譬如讲你要去大堡礁唱水，你绝对要坐飞机去澳洲。啊，所以这个啊，足热门的群，因澳洲航空公司都会趁钱。虽然你不一定坐澳航，但是你飞机飞去澳洲的飞机场，佮飞落去，你是毋要交钱？你飞机去飞去迄个飞机场，你飞机都要交即个入使用飞机场的钱。咱人入去海关出来，咱拢要交钱，迄种包括你机票在内呢。好，你飞机坐去了后，你去遐住，你总袂讲当天来回吧？今仔去飞机坐落去，呛水啊！迄天呛了，你袂使随迄天坐飞机，吼、哦！你一定要隔天去坐飞机。好，强迫你要加多一暗。啊，你要去呛水，你敢用？车塞去无法度，大堡礁还阁坐船，所以你去澳洲，上无你讲啊远去嘛，算一礼拜十天，啊算第十天，你要去购船，去开钱去请一只船载你去大堡礁，啊大堡礁去你用动力就要跳来烧水吗？要呛水吗？袂使哩，你听好装逼嘛，咱足少装逼，较重的物件更较远啊，啊你要甲做装逼。啊！你遐无熟，海底无熟，所以你啊，啊请教练啊，啊请当地教练带你落去呛水。你唔知我都知影，迄只大只石斑伫倒。好、哦、啊！你看安尼开，呛水开足侪钱呢。咱台湾进前伫垦丁，足侪国外爱呛水，会来垦丁呛水。你看，伊就是咱台湾开这个钱。我伫垦丁熟悉一个呛水的教练。我迄阵啊，未出国进前啊，1994年的时阵。伊一个月就赚十几万呢，啊，赚十几万，伊做啥？我大概去找伊拢伫遐咧耍啦，吼、哦，伫遐拍沙滩网那个排球啦，啊无去收水啦，啊，一个月赚十几万，还是安赚？因为咱遐呛水，爱请伊去带队，爱伫遐住，爱领到食，啊，佮请教练，啊，佮有钱，啊，装备佮租你，啊，人一个礼拜出去拢收足侪钱，啊，所以伊一个月赚十万，啊，逐工拢咧佚佗。这款的产业就是安尼呢，这个是不是真好的工课？逐天佚佗，一个月赚十几万，都是个无爱，安举手。逐天佚佗啊，赚十几万，无人无爱嘛。
啊，所以有法多赚这款生意呢，做这款生意，一个月赚十几万，逐工咧佚佗，真好。啊，迄啥啦？迄就咱环境互咱的资产啊。咱的环境有法多互外国人来吃。啊，因为咱垦丁有一个和山人住伫遐，咱垦丁的珊瑚礁已经有足大的变化，会来遮唱水的人愈来愈少。但是咱台湾还佫另外一种，有来台湾看鸟的，看蓝腹鹇哈。我之前捌听迄、那个。英国啊，去看鸟的，伊专工来台湾，拜托人哦，导游向导带去山顶看蓝腹鹇，伊啊一组要开台票十万块。所以观光的钱，观光的钱是带人去佚佗，啊，佮赚足侪钱的工课。人不怪人澳洲含咱人平侪人，伊一个人赚咱三倍钱，因最主要就赚这款钱。啊！但是咱啊，台湾啊，含世界同款，海洋拢有啊一个四个真大的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讲鱼掠伤济，好、哦。第二个危机就是即个生物所大个所在，因为咱人嘛要大，咱人戆戆，还是超过伊，还是讲因为伊无想讲后摆伊个子孙会只大，轻轻踩踩乌白母。国民党政府伫台湾统治，伊就是用即款态度。伊后摆想要返去中国，当中国无法度返去了，伊想讲后摆换伫只台湾吞大了，伊钱赚着啊！伊用去加拿大，用去美国，用去移民啊！你看即个高官是毋是足侪人拢伫有摕美国护照？啊是安那？因为伊无想要住伫遮嘛，伊也无想要住伫遮，伊伫台湾，伊就插插讲你遮个生物要住个所在安那不？第三点当然是污染啦，即污染对全世界拢同款的麻烦的问题。第四点就是因为即个污染的问题，害着全世界气候开始咧变化。啊，第一来讲，鱼啊掠伤济问题，即鱼啊掠伤济啊，即是因为咱掠鱼的技术进步啦。啊，古早时代做渔船的船长啊，啊，你也真正有功夫哦。你爱看天色、看水色，啊，看季节。啊！出去要去带钓钓钓鱼，网啊放落啊放偌深，船啊驶偌紧，啊驶倒一向，鱼啊较了有。你也无这个功夫，你绝对也无鱼哦。所以永春的渔船的船长，这真正爱有经验。啊，但是果然免啊，这个经验拢免啊，因为一台机器叫鱼探机，出去拍落了，才有鱼无鱼，鱼啊偌大阵，鱼啊收倒一个方向，鱼啊水深就偌深。啊！伊速度偌紧，你数字拢互你，啊！你着照即个数字，甲网啊囥偌深，船啊拖偌紧，遐鱼啊着互你勾勾起来。啊！佮有即种，即招叫做大型围网。大型围网佫较厉害，大型围网根本就无你佮掠这呢，因为即款拢是洄游性的鱼啊，伫水面就看有，迄个用一个网来拍一连，细只船啊去拍一连，鱼啊拢直接拍一连，拍来。大只船一只，拍一年了后，两头夹做伙，下骹收起来，缩下来，鱼也掠到靠出船。因为咱掠鱼的技术愈来愈进步，鱼也走无路，啊走无路了，一盖掠，两盖掠，无遐侪鱼也互咱安尼掠吼。啊，所以咱呐为啊过去含即马吼，诶相片其实有一个足明显的比较，就是甲咱讲，其实咱永春鱼啊掠起来，你看。拢是要半人高，啊！即马伫海边看到鱼啊，拢安尼哦。啊，你看永春的相片，即只鲫鱼只要两人高，即马掠差不多安尼吼。啊，这是永春渔船啊面顶掠到鱼的数量加伊的种类吼，遮侪种，即马安尼。所以有一个结论，就是过去掠的拢足大尾，即马掠愈来愈细尾。过去的种类足侪，即马。愈来愈少，有足侪鱼拢无去啊！啊，所以这就是啊，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希望慢慢咱会用形成这款的共识，就是讲鱼啊，对咱来讲，应当爱甲当作像北极熊、梅花鹿这款的野生动物。咱每今仔中昼要煮饭，讲咱来拍一只梅花鹿来食嘛。咱即个已经唔是迄个时代啊嘛，吼，讲我无来掠只狮来下下暗食菜，
咱袂去掠狮来食嘛，是安那？因为这是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的概念，咱就是要甲保护，互伊伫遐，有法度伫遐生存，袂使甲当作食物啊。咱未来对鱼类的概念，慢慢爱变做安尼。但台湾人足歹解，看到这鱼也毋捌食过，拢是爱甲食看卖，其他的哦，搁较兴趣。这唔捌食过，这味唔知啥，其实鱼的味食起拢差不多啦。啊，但是台湾人都是足奇怪，讲哦，这唔捌食过，食了会硬顶。哦，你敢捌食过啥？无食过，你拢会甲讲食甲迄只食偌好食，结果迄人想想，哎，输人唔输阵，伊嘛想办法要去食一届。啊，哪有哈济这款的奇卡鱼啊，互咱摕安尼食，食一只减一只呢？咱头拄仔讲，迄只大石斑互欣赏，欣几万人。迄、那个大石斑嘛，搁伫遐。你若讲哦，迄大石斑，我讲哦，迄比迄细只石斑加好食偌济。迄安尼大可能是三十年哦，迄讲精华呢。哇，怎甲迄只大只石斑拍起来食，都无迄只石斑啊。啊，所以咱若对鱼类的概念变作野生的动物这款概念来甲保护、来甲看待，咱到好多对咱头拄讲的生态保育有法度维持落去。啊，咱要食鱼啊，变啊，咱只食鱼啊，甲来用饲的。所以，阮朋友伊做海洋生态，伊拢无爱食海内底掠来鱼啊。因为家己做起，伊讲海内底鱼啊，就野生的动物，袂使食。伊拢食啥？食五桂鱼，食沙巴鱼。啊，这两种拢有咧饲，饲咱落去靠这伊的数量，咱的需求偌济，咱就饲偌济；市场有偌大，咱就饲偌济来应付。啊，海内底生物啊，像咱来食，会予咱食了的，吼、哦。啊，佮有一寡奇怪的概念，譬如讲，即只是去年哦抓到的大白鲨。哦，抓到的时阵，迄船长佮讲，伊做一个神书，因为迄阵啊伫啊迄个苏澳附近啊，因遐要做一个啥啊冲浪比赛，讲我即只无佮抓起来，可能去人咬死人。啊，其实对生物科学家来讲哦，这大白鲨无代志也袂去咬人诶，伊无代志袂去咬人诶。咱会讲哦，这大白鲨咬人拢迄片电影，甲咱咬歹。迄片电影应该即条带大白鲨足上有人性，伫海底片都有人要来咬人。其实大白鲨毋是即款生物，啊，甲掠起来，这大白鲨嘛用要无去啊啦，吼、哦。啊，所以咱对生物的概念啊，人讲错误的时阵，咱就做一个错误的代志。黑话嘛是，咱为着要经济发展，和东港的人赚较侪钱，去想一个步数叫做黑话计。哇，即马黑话完食到要了。啊，所以啊，其实咱来食真正食了，科学家已经把这个当时啊，安叫掠类，咱若无要改变咱掠鱼的方式和数量，咱2048年。过来就无鱼仔通食哦，吼、哦！啊，过来就是啊、生物所住的所在破坏，啊，这是对台湾来讲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尤其是对一个对台湾无感情，伊无想讲要伫台湾继续永远住伫遮的一个政权来讲，这愈来愈严重。这个所在就是台东的美丽湾，台东的美丽湾，伊距离海位置。因咧饭店出来，只要20-30公尺就拄到海啊！海行出来，阿袂规人深嘛，迄往行会到，佮遮嘛无外远。这是阮朋友做个研究，伊伫遐发现台湾而且特有的珊瑚，伫别位无的。啊，但是饭店是遮，以咱台湾人住饭店利用海经验，这绝对会去无伊。啊，所以迄阵阮咧甲动讲你袂使营业，你也拆掉，动到尾啊！环保署甲阮这个科学家讲，歹势，因为恁想慢想去，恁这想去已经想慢啊！啊，因为进前即只法律，所以依法律法影响去，敢真正好去？因的环境影响评估还未通过呢，还未通过进前先去的呢，后许个代志未使个动，啊，因为财团，啊个这个台东县政府不甲支持。伊即个环境影响评估，到尾个普通过内底环境影响评估，迄委员有三个是屏东县政府的，两个是大学个教授，一个屏科大的，我拢有家己个名记起来。哦，即后摆啊吼，绝对要传出来算账。
还有像这个、在桃园有一个地方，这是全世界无几个地方有这款物件，这叫做藻礁。这个藻，一般藻就植物死了后，就会变腐转无去、扭去。但这款藻不是，这款藻有骨头，所以它死了后，它骨头会流出来，也变成海岸，一层一层一直起来，所以这种活的，这是活的海岸，活的石头。伊一层一层，伊啊拍到日头，佮会活，伊是藻啊，藻类啊。所以伫桃园遮为着要顾海岸，其实这种定的啦，伊顾海岸无甚物意义啦。结果唔知要消耗医生啊，要创啥，怎个砍石榄落来？就石榄砍落了，拍袂到日头，遮个藻就死去啊。这是全世界足少有这款特殊的藻变作礁石的啦。叫咱台湾怎个吞塌，安尼吞塌掉吼。啊，过来就是讲啊，咱一寡啊工业区的发展，拢改变咱作些海岸的情形。所以永春哦，真水的海边，即马一落雨哦，拢真来变安尼，拢落寡霉。咱淡水海底的物件，海洋淡水海底的物件，但你咧感觉讲哦，海遐大，占全世界地球的70%的海水，啊，佫深。咱等下应当拢无看，永存安尼想，所以一直等，一直等。咱作些垃圾物件，讲拢去海抛，哦，拢等咧海底，反正等下拢无看，啊，咪留一袋，伊久都扬起啊，那会扬起。即摆佮发现，咱的北半球有两股啊，两弯垃圾啊，伫遮形成10公尺的深度的垃圾啊，两团一只，啊，现在变成两团。因为啊，地球70%拢是水，啊，你看一个球面顶有水，这个球啊，你叮当的时阵，那水是袂对咧叮当，啊，水对咧叮当去弄到这个土地，啊，水就会洗翻头，所以有洋流就是安尼，洋流就是因为地球咧叮当，面顶的水对咧叮当，啊，叮当了去弄到土地，伊开始会洗一淋，这叫洋流，啊，这個、洋流怎啊甲北太平洋面顶会拉什么的壳？两元一只，这两元有只10公尺深，也未消化掉的。咱搁等嘛，咱搁等，咱等到尾啊，绝对会食到咱的腹肚内底。咱即马也未看到食到腹肚，咱看到足侪生物，因为啊、海洋的污染，拢食伫伊的腹肚内底。你讲啊，未啦，我未去食这啦，我嘛未去食这啦，我拢嘛食鱼啊，我拢食黑尾，啊好，食黑尾，你叫是你会无代志吗？去年诶。日本的地震，伊迄个福岛迄个电厂，都有足侪核废料出来，有放射性的物件拢倒落海底。啊，笑，即马伫迄个附近的鱼啊，已经测到鱼啊肉内底有辐射线啦。咱即马伫世界各地抓到鱼啊，未测到，但是你免欢喜。我相信5年、10年了后，咱所食的鲑鱼，迄款大只鱼，绝对会测到，因为这毋是第一届。伫我做学生的时阵，伫南半球，法国、美国一挂国家，伫遐咧试伊个原子弹，原子弹伫遐崩了，遐核子的废料拢落来海底。结果伫台出现呢，伫咱食的鲫鱼，啊个鲔鱼的肉内底，发现伊有法度累积，甲只海水内底足差不多测袂到的核废料，透过生物的累积甲大尾鱼啊，咱到尾也食会到，所以我甲大家建议，你即马去食沙西米，可能还佫安全啦，因为一年尔嘛，还佫等。我相信5年了啊，你也要去食沙西米，你同爱带一支迄、那个辐射侦测器，去遐拄看卖看会叫的吼，啊，夹都莫食，5年、10年了后绝对拄会到，因为伊这个倒太侪咧，啊倒咧虽然。水头嘞，作成哦，感觉袂到，但是生物累积个大只鱼，会愈来愈严重，吼、哦。啊，所以到迄个时阵，沙西米可能就爱无食，啊，另外一种嘛无食，就是鱼腐。鱼腐就是把鱼仔肉内底水缩掉，鱼仔肉内底有70%的水，所以原来你若去食一块沙西米，伊的辐射线啊，讲100。啊，变成鱼腐的时候，变成4倍。啊，所以鱼腐是更加浓缩的一挂啊，后
污染的时阵，搁较严重个物件吼。所以渔夫大概都爱说伊吼，过来摸食哈。啊，海洋的污染嘛，咱污染的所在啊，差不多拢即区啦吼，拢有钓钓啊。全球的气候的变迁，啊，这一个足严重个代志啊，因为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啊，咱用这张来做结束。咱因为咱人利用足侪石油，所以咱空气内底二氧化碳愈来愈重。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即百岁就是温室效应啦。科学家讲，咱即马已经啊在即百岁拍烧到遮大拍，咱即马佮开始知影，咱开始努力要甲火拍花，敢拍会花？以目前的经验，可能真困难哦。啊，加上一寡有钱的国家，比如讲美国，伊根本无要签约去限制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啊，所以这个是咱未来上阶大的问题。好，啊，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所以阁过来这部就是咱要分组吼，来请咱高雄区的州长来甲咱报告分组的代志，好，我今日先讲到这，好，谢谢。请起立。今日，请坐。大家好，迄个暗时啊，咱个分组吼，新德州甲台北州吼，伫楼骹圆洲，圆洲在吼，咱食饭进这边就有一个哈，圆洲吼，甲台中甲台南。是五楼。